创世纪第六章，啊，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，告诉我们神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。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是全能的神，是完全的神。而我们是被造者，却享受着神他奇妙的创造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来感谢上帝，应该称颂他的名。接下来，请欣赏弟兄独唱。唱什么？全能的创造主，掌声有请。
太优美了。这里看有两位姐妹呢，想要跟您一起唱，你看能不能为我们大家再来一曲呢？对，他们好像预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，那么到底是什么？就由请大家欣赏下一个节目，中年弟兄姐妹双重唱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掌声有请。